对，大家好，这是 Nexus，现在要讲的是公共卫生三。好，我知道，他刚刚标题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我对这个对公共卫生这个学科的感受就是这样子，就是他这再怎么样努力，好像觉得要他也不是，不要他也不是，饥饿的感觉，所以。大哥，个人想说，还有其他的科目也可以先去讲授一些。然后那个公共卫生会讲到第三堂课，也是我想要尝试看看讲一部分的内容。像这个第一个课是人口与家庭这个计划，一看就知道是标题，一看就知道是流病学那边的资料，流病学都是这样处理资料，就人口，还有人口之间的规划。看，然后他就负责人口学，就是负责去搞出不同的比率，还有不同的人口统计学，统计什么？统计自己那些记录下来的资料，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或者是去当研究所研究生去收集到的资料库。然后在人口学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有往前、往后、就它有不同的流动性。人是一个会流动的生物，所以你去统计它的时候，一个区块你要去选择它的迁入率，减掉迁出率等于社会增长，就表示人比较外来人口比较多一点。那如果是自然增加的话，就是指小婴儿出生了，所以它要自然增加。那如果非自然增加，那就是一路。人口同样一路，只有这两种方法可以做。那接下来，讲到人口学的研究范围，人口学是虽然是很广的，看起来是很好，很广，但是很广，它很浪费资源。应该说它要统计这个动作要不能说没有贡献，不过它相对来说花了很多心力在做人口统计。所以流行病学，如果流行病学有空。因为流行病学要再花一个时间去讲这个，所以啊，sorry，这个想讲这个公共卫生的话，就到一个点上，就学到东西就好了。然后公共卫生就是这样读，你学了一阵子之后，你觉得 OK，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你越学越呆。也不是故意这样子要呆，公共卫生不是这样故意要呆坐在那边，而是说你东西都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跑 data 应该是你去跑，但是你大学生是不可以跑 data 的，都要东西都是研究所以上的东西，但是研究所很奇怪哟，就跟他们说只有当做毕做硕士生，就当博士生你才可以去跑这个案子，就是很糟糕，就阻碍到那个彼此的交流以及那个工作的以及公共卫生的它的权威性，就感觉是被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两公共卫生的人去做其他事情，很奇怪。这个就是这个人口学，子弹的停住，然后金字塔，瘦的金字塔都在低收入户，因为穷，是在为发展低发展式的公寓，然后农村胖胖的，微胖像一个印章一样，意思是年轻的壮年人口，年轻到壮年之间竟逃走了，15到54，55到64，然后这边就开始有一堆资料了，太酷，这看起来很难，但其实就很文科的东西，就其实就只是复制贴上而已，只是改成考试版的公论，这个不会初婚率、还有待婚率，还有处理婚，这不除了你直接去考流病学的人，应该不会才会遇到这种试题，因为太紧绷了。时代追踪法。他每追踪每十二人的出生率，有四代生命表，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估计得起来。
他也可以预估他会多少的年龄，未来会不会人口逐渐变得老化，然后年轻婴儿也会赶不上老人的老化的那个过程。Q 这个东西就是 MKS，就是最好的就是，其实，要怎么讲啊？这个东西很，我还讲什么？就是说我这个部分流病学的部分我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因为它比较少人会去考这样子一个 NQ 的年龄组合读距，我那时候有看到有查询过相关的资料，但是感觉是你要去做的话，你要除非你是真的是去做。出生下，出生率，然后这边是死亡率，然后这边只要出生率比死亡率高，就是增加，自然增加多，然后它的出生率也多，活人也在。马谢斯大家说什么？大家会死光光。马尔谢斯吓死人，他说你的未来我们接下来会全部死光光，这个讲出来一画出来，每个人都惊悚的要死。完全不知道要干嘛，这个人都出来要干嘛的？那剩下的还需要念的是有PPT。真的是几算术级输法，然后 PT 等于 P0 加上 BT，就是人口按逐年增加的人口算出来，然后逻辑曲线图，为了计算它 P 有没有达到一个极限值，就不再去处理这个，然后 PT 加 N，然后 PET 加 N 等于自然率自然增加率。好，它减去了死亡率，如果是正的话，就是增加；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负的。那讲到这个地方，还有马歇尔，还有人口论。人口论就是人的，它有所谓的人口论，在这个我接给大家看，长太小了，算我直接念给大家听好了。人口法则 （Law of Population），人口数的增加必受生活资料的限制。二，人口数如不受限制，必定随着生活增加的写的相处。那这个就到了我讲到这个地方，就这个引言讲到这个地方，将微生物第三章，然后也是我自己个人会讲述的这一块，暂时不知道会不会去讲述，也不知道时间太忙，可能就不会回来就讲了。就那这也是，想知道这一点，Next，感谢大家观看。哦，撒花，第三章节终于讲完了。